啊！救命啊！我唔得啦！啊！冇喐啊！求下你橙色唔好喐啊！求下你帮帮手啊！真系 ，OK， 好，我冷静咗啦。我觉得第一步咧，我系可以自己嚟嘅。要往死里拼都不肯接走。咁但系咧，我今日系好坚持要做一样嘢嘅，就系咧，我一定要亲身嚟呢个营地嗰度做呢个挑战，感受一下，同埋帮参赛者去预先试一下究竟佢嘅安全有几安全啊，究竟好唔好玩啊？呢件事 work 唔 work？ 但我想讲咧，你系要上咗去之后，再行过去对面噶。哇！任何人要玩呢样嘢都会惊嘅，系嘛？正当教练作最后讲解嘅时候，阿路突然有重大发现。摆喺度嘅话，如果平时都摆喺度嘅话，一定啊！平时挂喺度啲人咪随时擒上去咯。系，咁我哋用一线咧，先要摆上去。O、okay, K， 你唔好向上戳佢。我唔紧要，向上戳跌咗落嚟咪诶摆上去啫嘛。我摆唔到上去，我跌咗嚟啦，应该咩事 ？Hello， 唔好玩啦，为全世界等睇你示范啦。啊，好。哇，已经开始紧张了。点解我会自愿做呢一 part 噶？发生咗咩事？系爱啊！见你爬得咁快，仲唱埋歌添，应该难你唔到啦。Break down， 我了解再扩大。哎呀 ，OK， 过去，哇，黐线噶，好紧哎呀，哎呀！救命啊！跟住我要做啲咩？爬上嚟只系第一关，你仲要同队友行过对面先算系完成嘅。系教主又唔使惊啦，全部神徒都撑你啊！等先，哎呀，救命啊！我唔得啦！啊，冇喐啊！求下你橙色唔好喐啊！求下你帮帮手啊！真系 ，OK。好，我冷静咗啦。我觉得第一步咧，我系可以自己嚟嘅。哇，我终于明白人哋嗰啲咧电影咧，成日都有呢啲咁嘅情节噶嘛，啲动作片。其实唔系咁恐怖噶咋。第二步就应该系。系啊，哇，喂，你冷静啲先，系啦，唔使俾咁多嘢我嘅。我想同各大参赛者讲啦，只要你肯踏出第一步。之後的道路就會很平坦，就會嚟得很順利，同埋你就會發覺原來你是克服到自己害怕的嘢。OK， 掂。踩曬啦，踩曬啦，係啦。好，跟住我而家上嚟啦。係啦，著地啦。OK， 著地啦。阿 Lo， 恭喜你啊！雙人天梯最後一關啊，加油啦！哇！條安全帶好戳我嘅重要嘅部位。男人最痛係咁嘅。我要只腳逐漸壓直啊！救命！大姐！今次其實我自己去玩呢一個高空嘅力奇咧，感覺上好危險啦，同埋係好需要膽量嘅。今次嚟呢度都挑戰一下自己咯。Hello， 多謝你為神隊友們作出英勇嘅示範。依家輪到佢哋嘆啊！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